来，我们看第七题，水龙头每分钟流出三公升的水，200分钟后共流出几公升的水？每分钟就是每一分钟，好，一分钟流出三公升，再一分钟又流出三公升，总共有200分钟，所以有200个三公升，好，我们就要3乘以200。好，三，200。好，零放下来，因为零乘以三等于零嘛，所以这个零乘以三也等于零，放下来，23得6，所以答案是600。水答600公升。好，看第八题，一公斤鸡蛋卖27元。面包店一个月进货129公斤的鸡蛋，共要付几元？好，一公斤27元，如果是两公斤呢，就27+27就是2个27。他现在进货129公斤，就是有129个27，所以27要摆前面，背乘数。好，这个129个27。27，129，要对齐哦。好，97，63，写3进6，92，18，18+6，24。好，27，14进1，22+4，4+1，5。好，117+7，12+2。好，3，4+4，8。好，7+5等于12，12+2等于14。好，14进1，1+2等于3，所以等于3483。3483元，答3483元。好，看第下面的挑战题。好，在框框中填入正确的数字。好，我们先看哦，8乘以多少？我尾数是12，是2的，818 826 83 24 84 32。好，我们先以写4看看。好，84 32，写2进3，83 24 24+3，27。好，写7进2，8 9 72，72+2，74。好，没错，这里就是填4。好，多少乘以4会等于4？好，1，14+4，和13+3，不对啊，这样4+3不会等于5。好，那我们就看了，好，用4来乘，41+4，12+8，43+12。44+16，45+20，46。好，我们看看哦，46+24，好，14嘛，写46+24，写4进2，四，然后6+3+18，18+2，20，写0进2，69+54，54+2，56。对，这答案就是这样。二放下来，7+4=11，1+4+0=5，7+6=13，1+5=6，所以答案就是这样。好，再来，我们乘看看这一题，
八乘以多少，尾数会是六的，八一八，八二十六。哎，我们二四看看咯。好，八二十六，写六进一，八二十六，十六加一，十七。没错。好，这里是二。好，多少乘以二，尾数会是六的。二一得二，二二得四，二三得六。好，我们写三看看。好，三二得六，三二得六。好，没错，这里要填三。好，再来一二得二，一二，这里就要写二，这个就很简单。好，六放下来，七加六是三，写三进一。好，六加一七，七八九，在刚刚的进一十。好，写零进一，一加二等于三，很简单哦。好，再来这一大题，根据超市消费换公仔的活动规则，好，回答问题。活动规则：消费满139元就赠送卡通公仔一只，再加10元再多一只。好，集满24种不同的公仔，拍照上传即可抽大公仔。现在巧巧得到了2只公仔，他最少需要付几元？那他得到第一只公仔的时候，是不是要花139元？然后加10元可以再多一只，所以他2只的话，他是不是这个花了139元得到一只，他还要再花10元才能得到第二只？好，就等于149，2只嘛，所以答149元。好，看第二题。珍珍想要参加抽大公仔的活动，他最少要花费几元？他要集满24种不同的公仔，拍照上传才可以抽大公仔，所以他要集满24只。好，然后呢，每2只就是149元嘛，买第一只139元，再加10元又得一只，所以只要花149元，他就可以得到2只。好，每花149元，他就可以得到2只。那他要得到24只才能抽大公仔，所以24看里面有几个二。除以二，24看里面有几个二，一个二就代表他要花一个149元。好，24除以2，好，21得2，4，22得4，好，有12个2，一个二。他要花149，他有12个2，12个2就是要12个149，所以149乘以12等于，好，我们来乘149乘以12。好，2918，写8进1，24得8，8加1 9，21得2，19得9，14得4，11得1。好，多少呢？8，9加9就是9，2，18。进一，好，4加2，6，6加1，7，
一，所以一七八八。好，一七八八。好，最少要花达一七八八元。